走走走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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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知道是这样。那是 WiFi， WiFi， 那是 WiFi。咱们要去到 WiFi 那儿是吗？对。怎么过呀？当时知道又要半年的时候，心情怎么样？嗯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攀岩嘛，就是明明在上面已经上去了，非要从上面往下。你从啊，我跟你说，发明电梯的人看见攀岩的人能气疯了，说我这么多年就为了让你们不用再弄，你非得。两两一组，咱们一共六个人，两两谁先开始吧？你队长先开始吧。谁跟队长一组？你跟队长一组，我跟队长一组。嗯，弟弟跟弟弟一组，跟弟弟一组，大老师和国伟一组，好吧？好，就这么愉快决定了。我觉得这样，队长，我在前面，你在后边，我先试一下，然后你再走。好，来吧。